唱。屏东县客家文物馆变成了伸展台，服装设计师都穿上他们自己的作品上台。大荣中学六堆轻时尚服饰商品实务班是劳动部补助辅导就业的培训课程，他们从没有基础开始，历经360个小时，展现出今日的亮眼成果。不止服装，就连帽子、提包制作都有学到。我们先把彩板之后呢，再染，染完之后我们再来做成我们的客家蓝染的上衣，那设计起来每个学员都有他们的特色。更可贵的就是说，我们是自己染的，因为那个染工的那个程序，非常的杂，非常的繁，就是要有耐心，有毅力。客家开口诗成为这次展场上的亮点之一，融入时尚感，让客家元素鲜活起来。他们这次有结合到我们六堆客家诗的元素，还有我们其他客家的元素加在一起，让客家的蓝染更具有其他推广到国际方面的一个因素在。走秀是课程的最后一次上课，学员们穿上自己设计的服饰，自信在伸展台上展现，也成为这一期课程最难忘的成果发表会。人经卫视吴永曲屏东采访报道。